加咧，加侪。啊，各位同心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啊，今仔娃娃过来讲农场管理，啊，这应该较轻松啦吼，较无遐硬道啦吼。啊，大家用轻松的心情我来去看吼。我自我介绍，我姓潘，我是原住民，平埔族原住民，啊，算那个西拉雅族的支族，和这马卡道族。啊，马卡道族都拢伫高滨地区，哈、哦。啊，你着看我的皮肤乌无乌人遐乌，哈、哦。啊，也毋是像白人遐白，拄啊差不多偏六分色安尼啦，哈、哦。啊，你莫笑讲我，人拢讲我番嘛，哈、哦。因为皮肤乌乌，哈、哦、啊，是毋是番？咱家己手挖凹弯。就会看到有一条船，迄就是啊，吼、哦，迄就拢拼不住啊，包括你的脚的尾啊、肩胛，然后鼻唇的，哦，迄拢是哈、哦。那么拼不住，伫台湾有十族，哦，你来为宜兰的克马兰族，哈、哦，啊，台北的凯达格兰族，啊，个龟伦族，哦啊，即搭汤家，吼、哦，毛即个帕仔。啊，帕普拉，吼、哦、啊，家己迄边或者马布萨，即个族拢是啊个西拉雅吼、哦、啊马卡道，就平埔族就是伫西海岸即个吼，包括宜兰地区即种属平埔族，因为住伫较平地所在吼，所以叫做平埔族。那么山顶诶，我的因高沙族即有十四族，或者我都无念啊吼。啊，等下来，咱啊确认拢咱的血液内底吼，林玛丽教授，就是迄个马偕医院的林玛丽教授，伊专门咧研究台湾人的基因呢，伊研究的结果写一本册足够吼，写我们流着不一样的血液，就是咱台湾人跟中国去病的血统已经差真济啊。虽然有一挂人是中国迄边移民来的，较早有一句话讲：“有长山公，无长山马。”表示就是迄阵要漂洋过这个乌水沟过来，足危险的。大部分拢得爱身强力壮的人。啊，来到遮，伫海中就有差不多六个爱死去啊！吼、哦，啊，死个起来了，干那三个留落来，一个搁回头转去。啊！来遮真侪人来爱死，后壁就是因无迄个抵抗的基因，就是讲干那迄个蠓虫叮着就死啊。吼、哦，伊啊，佫只有迄个较早无开发，所以较有张力之气。吼、哦，包括迄阵日本，因为琉球的移民漂洋，迄、那个拄着风台啊，漂来伫迄个南台湾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南台湾的排湾族杀害。吼、哦。啊！日本起兵来拍，就牡丹社事件嘛。我起动两千几个兵，迄阵拄啊因明治维新以后，想气功啊，因的陆军的建立相关，我就起兵来，伫车城遐登陆，啊，就拍迄个石门古战场吼，遐、哦、有一个隘口，迄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啊，咱呢高沙族，伊是要用弓箭、用标枪安尼。日本人是已经有机关枪，啊有步枪，结果日本人死无介侪，死十几个呢，惨胜，这个惨胜，原住民又怕白无唔对，但是伊许环境怕白，都许蠓虫甲叮的，啊着天狗热，着啥物疫疾哈，霍乱者死了百几个，啊所以台湾这个环境嘛是一个自然的屏障哈。那么，我要讲的就讲，如果咱把家己的身份认定了，你较会足爱咱这个土地。当怎讲，这句话嘛唔对呢？
因为咱平埔族是拢母系社会，妈妈上大。你若嫁娶，有听到讲爱请阿姑坐大位的，迄绝对是平埔族，吼、哦，迄个平埔族留落来迄个传统。啊，我若无有时间，吼、哦，做过来爱食毛油鸡、毛油鸡酒，哦、这都我那平埔族的迄个传落来这个传统。那么，我讲当初讲这句话，那唔对先啦。咱母系社会是较尊贵，伊无可能讲去选一个罗汉卡中国到咱来。中国迄阵来的大部分拢是逃犯较济嘛，吼、哦，就是被通缉，啊，就伫遐欠人钱，啊，老跑走来遮，哎、啊，来到遮拄开始一定无钱嘛，啊，所以拢会流落街头。啊，较有可能讲咱的母系社会。妈妈这边讲去买捡迄个，台湾人迄阵拢叫做招翁，因为是母系社会，招翁招入来。啊，这个太太若认为讲，啊，这翁都无好，表现无好，等伊天光出去，伊就把伊的物件收收啊，用草席包起来啊，下到门口。啊，迄个翁若转来看到伊的物件包起来，下伫门口，伊就知影他被羞辱了。欸都要给你造完的，好、哦。啊，咱台湾咧讲牵手，迄是查甫人去牵查甫的手呢，唔是咱即摆道边讲，迄阮某，迄阮牵手，唔对呢。较早是咧讲牵手，是咧讲查甫的翁吼、哦，啊，迄个翁是阮牵手，因为以前是女孩子主动嘛，我介这个，一个牵手，好、哦、呢 ，OK。不要搞错了，哎，啊，所以有登山讲无登山嘛，这句嘛唔对。比如讲台湾的查甫人拢死了啊，所以就爱去招迄款罗汉卡做翁吼。啊，所以咱来家己想讲，卖讲咱拢中国人，错误，迄是中国来甲咱教，我去小学做一步后壁变过来。我们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哎，迄个作者啦，迄毒拢甲你下里边啊。好、哦，啊，咱今嘛来遮上课，就是爱甲咱头壳遐中国毒、中国本色拢爱清出来，哈、哦。啊，当然六十几年啊，要伫短时间清无遐简单，哈、哦。啊，大家看来，哈、哦。啊，那你发现讲你有迄条船了，欢喜大家来做欢，好、哦、，OK。你的手背哈，后来才有一条绳，啊，就是啊，啊那有就是啊，一直拼不住，脚就是脚趾头的尾啊尖干啊，必顺的，哦，迄那你等于你较摊开好啊看，哦，用迄个放大镜照一下，好来，啊，进入咱的主题，啊，我后底我介绍我的姓。阮就是阮这平埔族吼，啊，着清着赶来，啊，咧问伊水桶，电光啊，这人拢姓啥？伊讲无啦，因不姓。阮较早阮平埔族迄个西拉雅无姓，啊，马卡道就无姓。阮高雄市政府原来有搞高雄一条铁路边啊吼，高山遐迄条路新开的，甲号做马卡道路，马英九卡在道路上。马卡道路，好、哦，温师爷 ，OK， 啊，伊就准宿舍好阮啦，因为阮马卡道族做爱清洁，阮拢住伫溪边、河边、水沟边，因为要洗物件、洗身躯拢较方便嘛，吼、哦。我爱迄个教育学问的学问啦，宿舍的成功，啊，这都住伫水边的欢，哦，潘嘛，啊，有蚕。啊，顶港阁有发米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哎，啊，所以袂歹，这个成功好了，算袂歹。好来，啊，我今日要讲的就遮啦，吼、哦、，OK。啊，咱来讲农业绝对跟水有密切的关系，咱所有的生产的作物拢离不开水，啊，所以水嘛是咱人的三大生命的要素：阳光、空气、水，哦。
啊，我甲加一个土壤，啊，咱土壤嘛爱好啊，来保护哈。这个水，含这个水稻，台湾用水用上多就是这个水稻，因为水稻是水生植物，哈，所以叫做水稻。OK， 啊，那么土壤嘛爱保持哈，因为表土是上肥沃，因为做的树叶落落来烂去，遐腐殖土上有营养，而且。但是真可惜，台湾就是拢，即马拢用杀草剂甲草啊除了了，啊结果大雨落来，撞击表土啊，阵对水流去溪流去海，啊表土流失足严重，哈、啊。啊其实上帝发明杂草，是要来做水土保持的哈、啊。啊但是早期因为肥料贵，啊你落肥料拢农民拢会，阮爸爸妈妈迄代拢惊讲啊肥料拢会有草啊食，所以拢爱除草。刮草哈、哦，所以呢，看到草啊，跟他挽救了。啊，即马政府咧鼓励休耕，啊，就甲产能拢种在哈、哦、非洲菊这方面的哈、哦，做地被景观植物哈、哦。OK， 啊，这八八风灾，我翕的中央山脉南大武山遐，这一撮一撮白白，迄种崩塌地。好、哦，莫拉克风灾，迄天迄两天哈，短两天的时间。甲咱台湾一年的雨量差不多拢落落来，吼、哦，咱台湾一年的降雨量是2150mm，迄天刚落落到要2000mm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水的饱和度伤悬了，遐表土含伤重的水料伤重，滑动啊，就拢崩塌，吼、哦，这几啊百条崩塌地，啊，啊，这嘛是山林的树啊，吼、哦。伊这树根，吼、哦，顶十几米深落，啊，但是因为就是讲雨落伤济，土壤太潮湿，哈、哦，啊，咱较早山顶拢一挂好茶拢撤掉以后，啊，水土保持无，啊，所以崩塌，哈、哦。日本时代，因来看到咱山顶的信号机足好个，吼、哦，有甲咱撤真济去因日本，因日本人改住房啊住冬暖夏凉。啊，结果人伊找，啊边啊拢个种小苗，啊中国流氓政府国民党来，伊找无种树啊，继续挂迄粒土，迄、那个木头，迄、那个根吼，讲、哦、迄、那个头部遐凹起来，哦，迄种会当做屏风，还会当做艺术茶桌、泡茶台桌啊，还附加价值做管，哦，所以因做骨来凹的，哎凹了过来，就是。是安怎？咱即马见到大风，啊，就满世界咧土石流，就是这个原因哈。OK， 啊，即马来讲，以色列，伊是一个沙漠的国家，伊65%的水是靠加利利湖供应，啊，剩呢欠3%后边怎来？因得伊发明迄个海水淡化的技术，吼，啊，这是全世界排头名的，吼，因25%。用海水淡化技术提供淡水，啊，剩那个无够10%，要又对来，伊就是回水，那个废水回收，我阁继续来回收了，阁来做灌溉啊，是啥物件用？哈、哦，啊，因个沙漠地区，伊嘛爱种物件食，伊嘛爱有一挂农作物生产，像 tomato 还是红龙果，或、哦、者叫因发明先进的电脑控制的滴灌系统，这个植物。伊一天要食偌济，伊用电脑控制滴水好食，干那即个土根部有食到水，边啊拢无水，啊所以无水就草啊发袂开，哦所以边啊拢无发草，你注意甲看，吼、哦，啊这水个作性个，啊因以色列因个农业灌溉输送个干管处理了，啊那分管要你不灵，产能遐有一个电脑个迄个收费系统刷卡，啊你要用偌济水。爱甲买水，吼、哦！因的水一多，就是差不多1立方米，一桶，差不多一桶水，差不多40块。啊，咱台湾是一桶水差不多10块呢。啊，叫咱台湾不时，吼、哦，那像这个南部山的路，南部在都在欠水啊，吼、哦！像我啊，吼、哦，进前到2个月拢无落雨，我的树啊打甲要死，吼、哦，我压水位，因为我。树啊，卖去啊，有只吊车有只高个，自动灌溉拢高歹，还是有个高灯生活
怪手啊，吊车过，啊，所以我边啊用手工来顺来压，哦，压到足忝的。啊，即嘛台湾就是水发济伤济变水灾，发少伤少是着旱灾，哦，啊，即极端气候会愈来愈严重。啊，以色列因水控制干呐，因规定袂使卸车，卸车爱罚钱，所以因拢用加盟证背背呢。啊，沙漠地区。旱地落雨嘛，啊是干那土粉安尼，啊就背背就清去啊，好。啊，所以咱只用水算足量上，因为咱最上嘛，啊，由于咱的接管率、迄个漏水率阁足悬的，啊。好，粮食与国家安全。以前哈，蒋介石来台湾了，迄阵要定咧讲战备粮，爱储备战备粮，好，啊因好足臭屁的，我讲一年准备，两年反攻。三年扫荡，五年成功，嚯、哦，足顺呢！这弯你中啊，拢背开，足够臭屁的。啊，其实因吼、哦、是怕输，但是走赢。嚯、哦，安尼，伊遐有35县，讲35间百货公司输甲剩一间啦。啊，这间阁毋是伊的，会走去别人来，别人个倒来，吼、哦。我因因咧整因咧报纸阁偌好写呢，写到偌好听呢。五进转进，转个方向前进，撤退已不下了，已经转进了。转个方向前进，一日千里哦。共军追赶不及，我看个哦，够牛的。哦，安尼有牛无？你看我看讲，嚯、哦，咱国民党军有够牛。五进转进。一日千里，哦，走足远啊！共军追赶不及，哦，欸、中国人足厉害，因做啊算这个文字游戏啦。嘿，总共五军打败日本，按上书，日本书，我军打败日本，日本书嘛，过来，我军打胜日本，啊嘛是个日本书。啊，这个因做啊，耍这文字游戏。好，啊，这个战备粮，啊，这足讽刺的呢。我去这边，我拢食谷米嘛，因为农民刮来稻啊，诶米交来，啊，就加下仓库，下谷，下草埔，卡摕出来食。啊，今日个刮，佮摕一下谷，佮摕出来食。战备粮，而且有这战备粮，安尼就知啦吼。哎，因为。因为中国人因的历史，因3000年就是3000年的战乱史，因拢差不多为着粮食，那旱灾还是水灾，无粮食，啊遐居民就变倒的，啊结做规群变军队，啊甲迄个皇帝变过吼，啊所以这粮食跟国家安全做有关系吼。啊咱台湾即嘛物产丰富，哦啊佫进口足个粮食入来，这个危机。该危险无？咱进家己的粮食自给率，干那32%，剩呢68%拢进口的哦。嘿，这真危险嘛！其实咱呐卖废耕，咱家己种、家己生产物件拢有通食。啊，即嘛就是因为进口物件俗嘛。吼、哦，你比如讲你呐，美国伊个拢大耕农迄个制度，拢用大只机啊咧生产。哦，美国的粮食自给率，它。120%，以粮食生产过程移动来外销哈。啊，咱台湾出边个进口，因为你布料啊，人讲台湾人做实，愈做愈实，就像我阿公迄阵有10家，啊，即嘛愈做愈实，实家到阮这代卖了了安那，拢家己浪费贷款，啊，若无钱还，啊，无卖一分地来还银行还浪费，啊，还到即嘛还了了，拢砸。他土地去用了了呀，吼、哦，所以愈做愈实，本来足大地，愈实，吼、哦，做实，吼、哦，叫做做实啦，吼、哦。后界爱改民政局长，我爱做德啦，吼、哦，做德不是做私啊，吼、哦，德私迄个德，爱做德，唔是实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你看，伊即马布料也袂好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就逐地租人去。正电即马唔无要正掉啊！即马正电，即太阳能板，吼、哦，正电啊，较袂好电力公司，吼、
啊，这证照也袂好，啊，就无够。乌鱼过来做人，饲迄个泰国虾，饲迄个南洋鲫啦，吼。OK， 好，啊，你甲想。啊，那向王讲，咱台湾迄个，咱边仔都有一个罗马国家，叫阿强啊，吼。伊甲咱封锁，甲咱布水咧，啊，一寡商船拢唔敢运物入来，哇！啊，咱百分之三二剩六十八，咱头半年咱就内乱啊，咱就为着抢入去咱南北大战啊呢，吼。嘿，啊，就南北战争就开始啊，内乱吼。啊，迄个时阵，这敢拆落来，只敢补下落。我六十外，我要六十外，我最叫软软啊，那补袂落呢。啊，干那卡这水来吃，干袂饱，好袂呢吼。所以，这完了一个危机啊吼。啊，另外，这种小耕种植啊，迄个发草发田啊，发这迄个杂木，或、啊、者这乔木，或者哪个要大个，无偌久就变一个森林啊。啊，那向阳讲要搁重新耕种，哇，你无请怪兽来砍来整理哦，啊，干那。这时都无啥会啊，他有钱，佮请人用重机械来整理这地，我就迄变一个恶性循环哈。足多哦，真足多啊！因为即摆少年无要做啊，啊老的若做袂行啊，放我去啊，无你无你若无要接我嘛，袂瘾做啊，想要去做嘛，伊拢举乖啊，三支脚一般在做，啊要靠一个草乖啊放啊就变过啊。哦，啊，干那一个顶啊卡，哎，我嘛是啊，啊，迄顶啊，伊骑着卡了变过啊，我家己嘛定变过，嗯，啊，鸟只啊不是乌空，因为我嘛草啊足济吼，啊，鸟只啊拢做爱去食我树葡萄，乌甲全空，然后想要甲乌陷阱啊，我甲软都软了变过，哦，啊，你看，啊，这平地咧造林。山顶咧撮球啊，啊平地造林，啊这嘛足讽刺的吼。对啊，那原野哥另外讲啊，这作者拢无啥物经济价值的，伊干那讲要种个有树啊就好啊，会当讲绿化，就咧讲提倡绿化吼。啊这原来咧做业绩的，介只拢是糖厂的地咧，今嘛糖厂无要干那捞两个战备糖厂呢。一个敢那听讲伫华联的工坊，啊，一个敢那台南的县话，即战备糖厂，无本来台湾本来十几个糖厂，吼，嘿，啊，即嘛就是讲迄战备糖厂啊，万一用红色咱家己药糖啊蔗糖来食，吼，好，啊，即农业环保，即嘛惯性方法就是讲，你若无除油啊，差不多无收啦，迄生产的迄、那个。生产率头剩十分之一，因为你无厝啦吼，别人有厝，别人的遐糖拢背背来食了了，吼、哦，所以你厝我厝，大家来厝斗赢，吼、哦，看厂油啊较济，啊看厂较唔惊死，厝较重啊，啊所以做这个报纸不是报讲迄个人倒，家己排油桶啊倒哩，倒哩远啦吼。哦对对，啊！你看，好，遮拢像无敌铁金刚，拢无挂面具、口罩呢，拢家己直接吸入、直接受害呢。哇、哦，遮人实在厉害。勇于承担呐、啊。啊。勇于承担，嗯。就啊，这原来有做工，我就自作自受啊。吼、哦，家己作业家己担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另外啦，这啊，这丢啊吼，那无底下安全用的时间才收哈。哦以直接受害者，阿、啊、咱你老农药残留在米内底，阿、啊、咱是间接受害者。好、哦、，OK， 有影，拄啊黄老师讲的，介只南部农民吼，家己种菜拢爱留固定话一个家己，迄留咧家己食，啊，这又要普较重，这要买，因为台北人吼，因买菜来看不爱有冲动的，我、哦、你不要有冲动，我都爱除啊除药啊。啊！迄农民讲，吼、哦，台北人吼、哦、作用诶，我甲厝较重嘛，食诶，迄头皮死诶，啊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，所以咱消费者观念要改变，卖讲有看到糖食诶啊，还歹看，伊要买作祟诶，咱毋是要食外观，吼、哦，咱爱食
安全的哈，无农药残留的哈。OK， 都我台南一个朋友，你甲我讲讲，因囝吼带女朋友回来买万年的山啊，我啊无事先讲，来回来啊，就开始家己山上咧办来因爸了，关伊个洞。因为因爸知影，哎，我厝药啊，厝药当啊，啥？阮新妇食人工食食来生出来，唔知要生啥物物件。来来来，买买，来恁姐个遐，好、哦，我知影恁姐个遐吼，哎，知影因小弟迄个较无咧厝药，抓伊遐慢，安尼，你就知影讲，可能台湾农药用甲足严重，啊，咱台湾人吼，一年平均一个人拢食九公斤的农药，唔是食啦，平均有。用过啦吼，都农民用，安尼，互大家平均，唔是讲大家拢食高高筋，啊，都即下大家倒啊。哦，反正我讲了唔对。啊，你来看这海蛎啊，我就该买。啊，你所有食只食不完嘞，迄个报纸看嘞，我食只，啊，我咧那只报纸哪看，啊，你嘛甲报纸看，我袂记讲我海蛎还袂食完。第三天掀开看，哎，这一粒已经生菇啊。啊，这你知影干嘛类的吼？你若即粒成果你无紧摕掉吼，伊会倒吼，足紧歹吼，啊！即三工就歹啊，吼，即就无怎样啊。啊！你来看即粒哦，同款我阁袂记食，啊，差不多正十工啊，捕抓现场，也阁好，啊无我看你当时要歹我看，我著一工一工较注意，哇，夭壽，三十工袂歹呢，好厉害呢，那个连那个。虫啊，或者是细菌都不敢，那个微生物都不敢靠近呢，因为因公听我听公公，伊拢地头点药啊吼，规粒拢毒毒的，吼啊，所以百毒不侵，拢袂歹，吼啊，所以咱要食得啊，食迄三工就会歹许吼 ，OK， 安尼后个买感觉可能爱买啦，啊先看三工，第三工有歹一粒啊，好，这当食开始食。啊，当然，但是伊那位地头地的伊，有会食的。有的伊个叫做系统性的农药吼，有的柑橘类的做者正心糖吼，迄、那个杜尔迄类的吼，无伊个为跟头部遐正一空，啊阵为中一直该食起，啊大来咧该食，爱长会死啊。哎，你主要注意袂到伊个树干的中咧食，等下有迄、那个吼、哦、天鸟幼虫也是啊吼。哦等下，我会不灵活。好，啊，这都市跟农村有足大的城乡差距，啊，这一增加，哦，这别种水啊！你注意哦，这不是农民起的哈、啊，这就是阮高雄市遐个好野人，带阮增加所买的土地啊，起一间遮水的别墅度假区，拜六礼拜来遮去佚佗度假，好、哦。啊，这不是农民起的，农民都把土地卖给因啦，啊，都愈做愈是就是安尼啊，好。阮宜兰种第一款白枣，对，嘿。还不是龙虾，然后了，嘿，算龙虾对，啊，高级龙虾啦，哈。啊，即马咱来看讲，中华民国流氓政府，伊个君主政府来台湾，伊用对几波，就把咱台湾人起大地，安尼服服帖帖，哈。啊，个，迄个啊，这鱼虎毛皮的啊，哦，啊个，算啊，认贼做老爸，哦，伊第一个就是有计划利用二二八事件，哦，早期蒋介石就派蒋经国来调查台湾地方的属性，拢造册啊，什么人是重要的人物，都伫迄届利用二二八事件。甲差不多台湾人三万的精英，这三万的是日本人开五十年训练出来的精英，拢台死。哎呀，精英就是一定领导抗，这对抗中国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搞垮金融与经济民生，原来台湾四八年来唔捌有基因，就是中国人来了，甲咱台湾仓库内底日本人所留落来啊粮食。拢运去上海倒卖，一半系伫家己落地啊，一半是提供因国共内战。啊，所以遐糖油米盐这些
又提了台湾人开始无米通好食，开始食韩籍签。啊，我读到国小以前，吼，我韩籍签食够济，因为我家己有种韩籍，爱韩籍，我那救足济人，因为韩籍较免用着水，啊，阵拄啊建楼，一挂水利设施拢破坏，一挂电力拢歹用，无莫打通去抽水，所以爱种。番麦啊啦，啊种番薯，这较耐旱的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有一届我买番薯，吼、哦，唔是，我家己种番薯，啊煮，我讲把我煮番薯烤饭，我你食好。伊讲咸啊嘛，吼、哦，日本迄落煎熬食足济啊，食伤济啊，食到惊着。到前几年我讲要煮好食，伊要个要惊水沟回酒，哦唔，食足济啊。啊，我好，啊，我就想，啊，我爱食吼，我就甲煮，啊，要炖饭我食甲炖两细块啊吼，伊嘛食种，哎呦，哇，即马番薯汤真好食，即马欢喜吼，脚踏车徛咧戏外远啊，啊，你个番薯叶啊，你对我来挽寡藤啊来种，我爸，我后家己在地吼，正百平啊，家己种菜啊，我家己咧食，啊，伊无除农药个，啊，即马伊就。本来讲不爱食，啊，即马因为改良了，迄、那个品种改良到足好食嘛，啊，所以欢喜爱种啊，对啊。啊无，台湾阮迄阵有个带签的番薯，内底有个加只臭香啊，啊煮了吼，规天饭嘛是爱吞落啊，嘛是食。啊，阮若要有食白米吼，都要有亲戚朋友来小炊，即马白米就铺伫顶悬，啊，将锅嘛是白米饭吼，亲戚先食。啊，咱是加减会捡到一挂白米啊，吼、哦，加减嘛哈，好。啊，过来，本来这个搞华金融就是我咧讲迄个，伊四万甲咱换一块，吼、哦，你搁较好个，你即马若有四千万是好个人，四万甲恁换一块，你存一千块呢？啊，咱若即马咱一千块一工就开掉去啊呢？啊，都有一个故事讲，迄阵有一个人。伊甲土地卖卖咧，讲要来起栋大厝体吼，结果卖掉了遐钱，足济嘛，要来起厝没有问题，但是甲你向四万外一块，伊拄啊存通会当起一支条啊呢，啊所以人无多对某囝交代，吊刀杀，吼、啊，所以你看，你若有买，你讲你有钱的，即个生意人。嘛是会当化水的跟党，会当号召人来抗暴的吼、哦。我甲你四万换一块，啊，你就无钱，然后请人，你要请人来斗抗暴嘛，爱有便当王者啊，吼、哦。好，啊，你即马大地主，甲你变做小地主，大地主嘛是地方的士绅，完了会当号召一挂人呢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用三七五减租，用耕者有其田，甲你变做小地主，哇，嘛是无力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，剩下就用白色恐怖，都抓不了、抬不死的吼、哦。啊，即马你若讲话，那去即马解决了，不要弄来给你调查，你有咧讲真话、歹话，啊那要调查就报去，啊就抓走去啊。吼、哦，用这白色恐怖，甲真咱足侪人唔敢来遮。哦，那恁遮拢算食好奶油啊？咱是政府呢，伫中国。本地因有两个政府，一个国民党政府，一个共产党政府，两个政府是烧钱增加，哦，是几啊千万人吼、哦，对吧？伫台湾即摆有两个政府呢，台湾民政府甲中华民国流氓政府，一台无战争，原来这两个顶管拢有一个头家叫做美国，吼、哦，有伫美国咧掌控之下，所以伊也唔敢来甲咱掠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甲看，真足侪唔敢来，就是较早。白色恐怖一直留落来，咱每一个人心中拢要有各有一个小警钟。咱要做这代志，咱会考虑安尼会为许厉害袂，拢会安尼想哈。啊，所以恁若那算，假如哪要来哈，哎，这我给钦佩哈。OK， 过来利用敌性反转、身份错乱的域名教育，安怎身份错乱哈？敌性反转就是讲，伊来跟咱讲。1945年十月二号来，台湾已经光复了，你们都回到我们
中华民国祖国的怀抱。我本来咱是日本台湾人，今嘛说变中国的台湾人。哎、欸、啊，中国是同盟国啊，战胜国，啊、大家拢跳过这边，拢变战胜国，安尼头壳都乱去啊！好，啊，你的想嘛乱去啊！咱本来是日本的台湾人，我今嘛说变归祖国了，说变中国的台湾人去啊！好，啊，这款的是一个愚民教育哈，甲、哦、你教讲。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啊、哦，乱七八糟呀，啊、哦，干嘛难讲？我是美国人，也是英国人，哦，这拿英美国人的逻辑来讲，安尼笑的 ，OK， 啊、哦，佮用假民主选举，你看国民党掌控公共教，哦，人家福利创较足好个，所以只公共个教个票拢百分之差不多90%拢是拿伊个票摕去，啊，佮来买票，伊用东山。来买票，再来掌控90%以上的媒体、电子媒体、哈、哦、平面媒体。啊，顶个咧，两党咧招标咧招100公尺，国民党都已经伫50公尺遐做起跑点，啊，咱为只要弱，大部分咱拢会输啊，哈、哦。地域公因都有分咧，像阿扁咧选台北市长，赵少康跟黄大州分咧，好、哦，安尼阿扁伊捡着火烧了，较赢。啊，你看。2000选举嘛，是宋楚瑜跟连战分的，阿扁也发赢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你若正常一般买赢足困难。2004年好不容易赢，捌赢一个26000+票，我迄足急足惊人，啊，得爱个巴肚往拍一个才会赢呢，啊，无用来输赢呢。好、哦，好、哦、啊，这得40000+块，好、哦，然后就是奉令，哦、用奉令，40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。哎、欸，啊奇怪！为啥我来顶看到讲，哎、欸，台湾唔是中华民国的领土？因为你主要看，那是家己领土做在点发行自己的币制。美国有美金，法国有法郎，英国有英镑，日本有日元，对不对？啊，伊要阁重新发行新的币制，他从台币换成新台币，加一个新，伊那不要发行中华币。伊是中华民国，伊太无爱发行中华币，表示台湾了，唔是伊个领土哈。好啦，我来看下这外来种植物，好、哦，这拢我来，好、哦，啊，我来拢红冠一个字叫做番，番石榴、番茄、番阿姜、番薯、番麦、番阿伟。该我都住伫遮，自阮祖先几啊千年来都住伫遮，啊我该用叫番，我毋是外来诶。若要讲外来，就迄1949年大撤退哈，遐吓中华人民国，嘛中华民国诶流亡遐来遐难民，遐叫做番呐，吼、哦、对不对？啊，这两个都救台湾人救够济啊，哈、哦。哎，好，啊、过来。番阿会哦，即卖变稀有的物件呢，买真少，我有欠人个起来。做样本。哎，啊这吼、哦，每年买行驶化东线的哈、哦，这家己本买，迄个火车哈，挂、哦、车头挂车厢，迄、那个好、哦、叫普悠马号。啊，这原住民的号的名号叫普悠马号哈。哦啊，这家日本买，啊，这嘛外来，啊，所以网友已经甲号名好啊，来，讲号做红面番啦，番外来，你嘛直接嘛外来啊，哈，啊，好，遐红面番啦，遐，遐啊头前红红着，红面番呀，吼，这完了外来，吼 ，OK， 哎，一个番吼，都外来拢番着对啊，啊，其实。咱注意看，咱咧讲，因遐做兵，遐中国人遐做兵讲做老蚵，迄嘛唔对啊。因爱叫做老番薯，啊，咱开始蚵仔是咱本地嘛。哦，咱讲了唔对，咱讲啊，因是蚵仔，啊，咱是番薯，唔对。咱是在地，蚵仔是在地，吼。啊，外来唔爱分啊，番薯，所以因爱叫老番薯。啊，咱就做新蚵啊，唔系咱就做蚵啊。好、哦，那好、哦，对，拢讲到变形哈。哦 okay.
好来，啊，再来看绿梅花植物甲果树介绍。啊，这加包果，你若讲加包果，介侪人唔知；你若甲讲树葡萄，哦，啊，就介侪人知影。长在树上的葡萄，人咧种菠啊，生菜瓜，啊，我种鸟巴拉生葡萄。哦，来，你来看，啊，这做好种，你若甲种几摆，伊拢卖甲修剪，伊自然就发甲变大长变胖。啊，这开春，伊叶啊、菇叶，差不多一礼拜去搭了。一礼拜后发个足青翠，吼、哦！啊，这树葡萄，哎，用树葡萄，啊，这树葡萄在大粒种的吼，啊，这我已经种第六冬，明年第七冬特别生，啊，这若生差不多五十棵的金刚以上，啊，这个进目前的品种上侪，就是拢头五棵至十棵的台那个新的金刚啊，哈，无啦，一个啦，生一个的大些粒，哈、哦，啊，这开花足香的。为头部安尼开到尾溜去，吼、哦、，OK。啊，这含莲雾、含芭拉同科的，或者桃金娘科，吼、哦，你看迄花含莲雾花同款。啊，伊这用来烫壳，吼、哦。哦，你注意看，伊这种烫壳，你甲这叶啊甲瓣落甲蕊落甲片，你要芭拉味。哦，所以迄阵有六间电视台来甲我采访，我甲讲，我咧种，人咧种菠啊生菜瓜，啊，我种要芭拉生葡萄。啊，这，哦，这做个啥？三代同堂，也有含苞，也有开花，也有青果，也有成熟的。好、哦，啊，这灯乌，反正第一个灯乌，就甲搬来吃。哇，你要把它味较重。第二天搬落你吃，嗯，敢那讲熟起来味。第三天搬落伊讲有奶子的味，还有讲迄个百香果上侪啦，唔系百香果含迄个啥物上侪？山竹，啊，山竹。山竹，哎，山竹，介侪人讲山竹对，哎，口味会变，哎，无共成熟度，口味会变，哈，哎，哦，哦，啊，这老樟，哦，这老樟一年生到七摆，哈，啊，伊拢生七摆，七枝，啊，伊上少你爱为仔种去种七八年才会生哦，哈，啊，迄个树葡萄哈，伊。大部分正期是农历个过年开花，啊，伊花足香个吼。我这大丛个，我大概我种到今年三十年，我三十年前就种啊。啊，这第一批我才种三百几丛，啊，人来到买拢讲判，啊，你上大丛个是对，讲啊，就差不多即三丛，你家己种，吼，啊，伊拢买种，台湾人拢买。宁为鸡首不为牛后，就是拢要拼第一名的冠军呢。啊，所以第一名互爬出去啊。啊，结果第二名嘛，佫先开做冠军呢。啊，所以我大概拢嘛冠军咧爬出去。啊，计只拢在我开，嘿，我大先为两万块开始买去，开三万块也买，五万块也买，不然开十万块嘛买，开十五万块有一个赛入来，讲冲到单的对，啊，第三张。因为我这钱，讲十五万，后手啊贵。我讲啊，你晒面子的，外口面子的满世界，无稀罕。啊，你带别种，即马满世界嘛别种无稀罕。你若搞买一张这吼，你会种了把它啊生葡萄。啊，你朋友来，你甲臭屁讲，阮家有种了把它生葡萄，你有无？就被你比下去了。啊，你就爽啊，你就赢伊啊。哎、欸，天天有影吼。先甲我买两张转去，啊，种了半年后，哦，搁再来甲我买四张，我才知影讲伊超批了有成功。哈哈哈！哎，啊，比较爽啊！伊都有几人，伊甘愿开一寡买无人有的，啊，伫朋友之间超批，伊若超批赢人，哦，伊就爽啊！好、哦，啊，另外伊这先为淘宝呢，淘宝就生啊呢。啊！我搁为电源搁甲翕做落去哈，啊，这一半尔，电源搁有啊。嗯，惊唔洗尔啦，较悬落楼梯过年嘛，要甲挽落落来哈。啊，这第三代啊，哦，这第三代。哎，啊，这丛都太拢树干先做，啊，那家准无伊啦，这是上万哩。结果我就只有饲。较高啊吼，
啊，我拢要甲饲进来，我放互走走的，啊，拢去走两三分钟就倒来啊，啊，就开始食饲料吼。啊，即马来处理拢差不多，慢咧两三分钟，拢头五分钟到倒来，我就甲滚装把夭寿都拢伊食伊。这树葡萄真正足香足好食，人也爱食，狗也爱食，鸟也爱食，鸟鼠也爱食，吼。所以，嘿，这是凶手。你一点钟变一点一点嘛吼，啊你有想过对？啊这只狗吼，狗母嘛，啊即嘛煞生吼，哇生几条你？唔啦，加三倍，生十六只。啊生十六只，我要甲算吼，足歹算诶。我即嘛摕一个盘。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哎，今麦有一本佫我加倒转，啊，我伫遐算半点钟算袂完，我若算到这边完啊，又佫搞加转，我那个，哦，真落了对啊，好，啊，所以吼，哎，来今麦，啊，我咧怀疑讲吼，如果呐女孩子不孕症的吼，来食看卖，搞不好有效。但是你莫食伤济哦，你莫甲食了，阿么生三个哦，啊，到时一手抱一个，啊，第三个用卡拉，哦，啊、你莫讲叫我来倒骗囡仔哦，吼、哦，适当试食看卖哈、哦。啊，咱就要看这个印度，你破世界纪录的，讲生十一个，嘿，这个都有十一个，好、哦，好来，来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。五六七八九十十，啊！伊有食猪葡萄无？我唔知啊。哦，啊，这呐原住民啊，一个补助100万，那、啊、就千一班啊。哦，我猪葡萄开始不卖了，我要等它涨价了卖给那个高沙族。哦，一盖就好个啊！嗯，好来，介绍平地樱花哈。嗯，咱我屏东吼，我嘛做个樱花，我不是去买来种。我今年开挂，明年搁开一半，后年开四分之一，过来就死啊！你呐，樱花行落，我们屏东做落来嘛，吼，一般拢不容易越冬。啊，迄、那个寒带植物来，热带植物就不容易越夏，过不了那个夏天啊、哦。但这个哦，开伫我开到足水的，嗯，啊，这个是种唔着品种的哈、哦，所以品种很重要。哦，这拢开到足水的，啊，我这拄啊种八冬呢，嗯，八冬就开到安尼，哦，啊，《自由时报》刊《民众日报》伊搞我刊，搞我采访，搞我刊报纸，啊，都有人。看报纸就找来啊，啊无电话无主机啊，哦，四界问问，规波较问着，看到我先骂，不先娱乐啊，哦，够水，唔过潘好，你有够歹找，安尼，伊讲，阮顶礼拜拄啊去阿里山，寒甲要死，啊无开你这只水，伊讲明年来你才看到啊，哦，我好欢迎，好 ，OK， 这真正袂歹哈，啊这伊花期阁长，花期差不多50天，嘿。类似樱花啦，啊伊每一蕊开起来拢敢若蝴蝶兰，朵朵是兰花。啊伊50天后谢了，差不多一个月就发个青变变哦，嘿，啊就树迄阵开始热，啊就会当遮树荫纳凉啊吼。你主要看伊这每一蕊敢若拢兰花呢，拢五花瓣啊。嗯，小花，无真芳，无像迄个树葡萄遐芳。树葡萄吼，我阵种300几丛，还有一天差不多5点外，天特别光，哎、欸，我开始闻到芳味，哎、欸，就是迄300丛拢做一解开，啊，有诶先开开始咧开，哦，足芳，哇，那芳甲伫咧天路，怎变安怎？你想袂到，芳甲会臭，浓度太高啊！那愈闻愈唔对，太变臭诶，哎，对，浓度伤高，因为伊。
天一直光哦，阳光一照，爱花就一直开，一直开。哦，大家拢做开哇！啊，因迄三百几人都唔知哪，伊唔知哪通信就讲，哎妈，做开啊！三百几人做开啊！哎，啊，这国外啊，伊这头二三十年的老树啊，吼，做了人啊，吼，啊，所以这开遮水，假以时日吼，佮我三五栋啊，吼，我那边开个遮水啊，吼，啊，黄金果，黄金果是因为做个生啊，伊个。皮个黄色的，啊个金皮，你看日头照会发亮，所以加华或者黄金果、黄金果，啊这也无涨吼。迄阵为新加坡引进五丛，啊一丛伫田间做试验，啊阮去甲摕种来种，啊伊个妈妈迄丛吼，三年前有通甲通个，伊去一年。等了一年就生到2500粒，哦，哎，你若种一丛，你都食不完啦，吼、哦，而且拢生到尾，有些都裂断去，哦，哎，这果皮你甲用圆珠笔甲写字，两分钟后氧化，字就浮出来。哎，圆珠笔啊，都电话甲写，哎，啊，这样含树葡萄甲包装起来做小礼品，送我男朋友啊、女朋友哈。哦啊，这大粒种，你一粒头一斤，啊，头拄仔迄只三粒一斤，但是三粒一斤的迄较芳，啊，这价格烂烂水水，啊，芳味嘛较无。哦，红龙果，我做个介绍，红龙果，因为这全世界上好种的水果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你甲想，做好种，啊，我是种草生栽培，哈、哦，啊，我朋友弄个草啊弄个除死了，啊，其实。种草种栽培水果加足好食，啊，肥料嘛足加足鲜。因为你若有留一挂草啊，伊这或者气根较属于沙漠植物，也放一挂气根吼。你若有加用草啊保护，也拢伫表土咧走呢。你甲偏我偏咧草，白根拢白白，拢伫土边。啊，你轻轻啊肥下咧，伊就水食着啊。吼，啊，你若像我比如这，也根拢藏落伫个土底。因为所有的根都怕阳光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变成讲，你不肥好，伊食袂到。除非讲你阁有自动灌溉，把遐肥料、秧苗落。好，这、哦、草种栽培阁嘛加做好食，哈、哦。哎，对，哎，会加水，哎，啊，这另外一个新的品种哈，伊、哦、这无饲啊。你甲看拢无看得起哈，其实有啦，足低，啊伊拄啊跌得无遐，所以你望袂着。啊，头拄迄个品种吼，到今年甲过去年，我的朋友伊全国比赛拢冠军，啊，迄个品种叫做帝王，啊甜个芳个 Q 个有风味，做个只，啊这个是无饲的，哈，啊我十年前开始第一个种红龙果。啊，因为伊个胶吼，阮分袂出，分不出哪一边是土啦。啊，阮大嫂甲种倒边啦，倒插，结果伊嘛为顶管拔紧落来，伊要甲种好死足困难的。嘿，哦，啊，你甲看这是偌可爱，你甲注意看，这有含苞的，啊有青果，啊有成熟的，啊这拢十五天。这个慢条十五天后，这个五个慢，啊，这个已经今年，阮屏东会当生十一摆。啊，你甲想，有啥物水果一年生十一摆，山药一年一摆，莲藕一年一摆，乃至一摆。啊，你迄一摆呐处理了无好，就无收安尼，攞出来呢。啊，这，系啊。啊，你看这只可爱，每十五天你就当去慢。你都拄啊办了天亮，办完了休困两三两工，哈，别去办啦，有可爱无？吼、哦，啊，你个话，啊，我伫个八八风在迄间吼，拄啊咧开会，哎呦，风台我拍着，啊，所以树纹拢不完全，哦，从头来，你看迄花拢黄去，迄就是风台去压着吼，无树纹，啊，所以迄间无啥物可办，啊，一般我弄头十月底就无过啊。哎、欸，迄间那十月
十一月中、十一月底，各有各堂要办啊！我甲想啊，伊一年要生偌济，互你就是一定要生互你就对啊。安尼有可爱无？啊，这无钱袂艰苦嘛？吼、哦，所以都要钱嘛吼、哦。第九生，一年生十一摆，啊，多病症啊，症我要甲政府是介困难，啊，多产吼、哦，啊，佫无甚物风险，风台吹嘛无要紧。你若木瓜哦，风台来倒。无就水伤济浸死，嘿。哦，安尼吼，恁遐无起码无嘛，无生十一摆，无嘛生九摆，哦，对不？啊，有啥物水果一年生九摆？嘿，所以我甲一个人咧问讲，啊，要种啥较好？我讲你先去种红龙果，啊，你若种红龙果袂趁钱，啊，你剩的拢免种啊，安尼，安尼上简单。哦，啊，我这嘛是感觉啦，鸟鼠啊嘛爱食，吼，啊鸟啊嘛爱食，啊落雷嘛爱食，那像这拢落雷食，嘿，啊我的粿吼，因为做好食，啊有打出名号，啊所以拢爱去阮太太，阮太太开个店遐登记，吼，啊你譬如你登记一百斤，啊红龙果伊属于阮有一个特征，即届若生大生，后一十五天迄个就较细，比如即届满一千斤。十五天办，迄个可能剩六百斤，啊，过来一千，过来六百，拢安尼。啊，所以若天气较济，啊，若拄啊，我应该办六百斤较少迄、那个，啊，就要减半供应。哦，你若订一百斤，我可能干来订互你五十斤，吼、哦。我不咧上国菜市场啊，啊，我拢均一价，为年初六月开始办，就四十块一斤，啊，五斤两百，包做一包，大细粒在我下哦。啊，即马就是有一个。阮太太人家讲，伊做着即款诶啦，伊拢迄个落来食标配食过，啊足歹看，啊迄个都都市人，我那爱食外观水诶，啊就咧甲阮太太看不了，啊恁翁种个这水果歹看，啊阮某甲问讲好食无，伊讲好食，啊阮某咧安尼甲讲，我甲答应我，安尼你甲讲，伊若买遐水诶吼。我有留电话一撮，我储药啊，因为我这拢无储药，啊，我留一撮给储药，迄撮专门给你。甲讲咧，哦，冇。哎，好，我讲咱是要食内容物，唔是要食外观，唔是要食包装，哈。啊，这你看，又食个台湾物，这拢食个，迄落来食拢看食，伊个。落来食袂啊。该食干啊！这就是这啦，这就是凶手啦，哈！啊，我讲，嘿，这个地方就在吃，嘿。也有伊买只，哎，嘿，啊，我是拢啊足感谢，因为伊咧搞做检验师啊，哦，农药残留检验师，你若敢食，我才唔敢食，哦，对不？伊也袂骗人，伊袂搞讲伊只有毒搞骗讲无毒啊，哦。所以好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十二点嘛，我想大家也巴肚枵啊，啊，我暂时讲到这，以后有机会还阁来甲他们大家讲，多谢，啊，大家做伙拍拼，谢谢。吃起来，起来，老卡吃饭。